从终点站直接再回到起点站。我感觉这边的话，瑟瑟就是前期浪费太多时间在车上了。哇，这里这个蛛丝非常细节，打断了祭司的一个放动，对，很漂亮。这一波祭司要吃刀了，再吐一口，再吐一口，漂亮，很细节，二吐一刀，是的，标准流程。一震慑了呀，看一下，哎，过来扛刀了，漂亮，对，魔术师来一下子，嗯。这里的话一直在挡刀，有人要去补一下那台密码机，调上倒地了，肯定要强摸，强摸现在有没有加速，能不能修完，这必须要聚聚了之后能不能起，哇，漂亮，这一波人类的配合，小鲁出刀有些着急了，因为国王百绕是追不上的，是这样的，这话呢，哎，不是，这是直接自起，直接自起了，因为是亮了灯的，所以可以去对面把它给摸好了。杰克直接传送一抓二，这个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了。他直接在这个车等他，直接一道震慑，漂亮！提前预判你的位置。这虽然是二战，但是已经是你的终点站。无力的姿势还是刚刚有正，找个小角落蹲一蹲，这个场景、这个、角昨天也见过，哎呦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了这个角落，哇，这里意识很好啊，嗅觉灵敏，直接闻到了机械师的味道，很香，哇，这个还是隔墙，哇，这个隔墙屋很漂亮，再打一刀， 哇，十秒钟直接击倒，而且自己的非常精准，还在等，两边都非常稳健，这个屋刃是直接想留给空军吗？等一下，这里的话应该是要打个死水，对的，还不交，好稳，可能要被震慑了。看一下这一波，先打一个误认，能不能再补一刀？再哇，这里，我的天，哇，这杰克好稳啊，这都不出刀吗？因为杰克的话，你要打震慑，必须要提前出刀，这里心理博弈太关键了。